系着善化地区交通正重要的北仔店平交道改善工程，经过两冬外的时间，十二月六号终于来正式启用了。因为北仔店平交道是被列为全国五大危险的平交道，地方上的人士伫个即天也拢抱着欢喜的心情来见证。教育局长吴宗龙就来表示讲，全长要到2200公尺，开了7亿1000万的这条桥，伫个启用了后，对善化市区的发展，尤其是上下班时间的交通，会有正大的帮助。咱这座是全台湾上大、上复杂，而且是两层式的立体交叉。啊，枪啊，在这个拢发生车祸，啊，车祸呢，拢非常严重。先讲，我相信大家期待足久。到今仔日呢，已经来完成吼，今仔日通车了后呢，应该即个做咱即下即个火车即个平交道，唔免着搁大家遐等时间。北仔店平交道改善工程的启用仪式顶头，曾经争取经费出力过的立委李全教、叶宜丁、前立委李和顺、侯水生，含着前镇长吴水南，也拢应着邀请来参加。赖市长除了感谢大家会当无分党派，伫个为地方争取建设，也寄望此后大家继续支持市政，让大台南的发展更加顺利。俗语你讲吼，平交道那像虎口啊、表示讲非常危险。那善化这个平交道啊，因讲是全台湾第一危险，上无还佫第二危险。阿扁啊做总统时代哈。有若拨经费来予地方做这個建设，今仔如期完工，所以我今仔日来一方面恭喜咱善化乡亲会当得到一个安全的这个高架桥，会当来通过危险的平交道。另外一方面呢，有若甲咱所有帮忙过即个立法委员、议员、乡镇长，表示感谢，